掂？睇嚟掂唔掂？欢迎大家来到越讲越掂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家庭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请了我们越讲越掂大家庭的两位老师，一位是丹姐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啊，好，我是俊哥。喂，講到家庭呢家嘢嘅話，我覺得家庭和睦我硬噶啦，所以周時我個亨利都叫我小心肝兒。小心肝兒，大方呀！頭先我喺裏邊化妝間聽佢打電話，佢點樣叫佢老婆？你知唔知啊？佢點樣叫咧？佢叫小心啲，小心啲，佢叫做衰婆啊！咩啊？即係原話係衰婆，你小心啲。冇錯啦，或者係小心啲啊，衰婆。係咁嘅人嚟喎。所以話咧，即係唔同嘅呢啲語言咧，唔同嘅節奏或者唔同嘅情緒，就帶出唔同嘅嘢嘅嚇。比如嗱，好似阿丹姐，佢同佢嘅亨利話：細佬，今晚早啲翻啊！咁啊變咗擺明就鬧啤佢啦！死佬，今晚早啲翻啊！我哋一齊宵夜下，係不能兩個講法唔同噶嘛。但是其實我有個問題哈，其實這個衰這個衰個在普通話裡面其實不好的，是嗎？但是在廣東話裡面好像用在不同的語，唔係啊嘛？呢個衰係有啲唔同嘅意思。廣州話點樣用又好嘅？比如說哈。這個人真係衰啊！對，好像就發嗲一樣。咁啊，就頭先阿俊宇講嗰啲咯，即係個語氣唔同。係咯。咁老實講句啊，你個字係衰啫，你用咩語氣唔同講啊，個字都會變㗎啦。係啊。阿丹姐，你用你認為點講都正嘅語氣講啲好狠毒嘅詞你？點解你仲未死嘅？哦。我死唔死咪睇你咯。我死唔死你？你睇佢幾耐嘢，你睇下。明白。廣東話這樣子叫什麼？就是男女之間。啊，這樣子叫賤。叫賤。對。係咩？係啊，咁仲賤啊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哋同大家分享好多咧，就關於屋企啲叔伯兄弟啊、姨媽姑姐啊啲稱呼啊啲咁嘅用語㗎嚇。咁啊，當然啦，請兩位老師上座。啊。恩主啊。OK。睇住我啊！巨星駕到。係咪？係啊！最近頻頻有巨星啊，即係真係假咧，就要佢出嚟，我哋近佢哋。怪不得我說我一進來的時候就覺得好像。很多保安是吧？哦，對對對對對。沒有，那是因為要領我的啊。哦。這位巨星還是蠻低調的哈。那我們就先不說他的名字好不好？到底是誰？有請。Bola, bahaja la, guji ji la, ziji shi la, oh. Nika bola, minza bola, gema bola, oh. Antu.歌手三啊，其實係廣州呢個地方俾咗好多機會我咯。廣東係一個好有包容性嘅地方。啱啱嚟廣州嗰時咧，好似去到另外一個國家咁樣，完全唔知道行嚟行去嗰啲係講緊乜嘢嘅。可能喺呢度時間長咗啦啩，慢慢都中意呢度嘅飲食同埋呢度嘅嗰啲 feel。都是啱我的其實去咗咁多地方啦，無論去到邊度都會掛住翻到廣州呢個地方咯。我相信我嘅廣東話都會越講越好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心啊，多謝多謝多謝。大
家好，我是嘉克。欢迎，哎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是我们亚洲第一模仿杰克隽逸的嘉克。吓，佢模仿噶？我唔知噶。哇！吓，咁样嘅我出嚟，如果几乎拜你咁滞，你而家先话你假嘅。啊！如果話你覺得我係真嘅，你咁就係真嘅啦。哇！係，哦，即係你模仿佢嘅。啊，咁係。但是我覺得，你知唔知邊忽最似佢啊？邊個地方啊？哦，邊度都似啊？唔係啊，呢忽最似啊，嗱呢忽啊，係。呢忽，我是覺得他比杰克隽逸要漂亮啦。是嘛？身材又好，敢講啲咁嘅嘢。你就係咁樣成日為咗現場討好啲節目嘉賓。唔係真係。不惜得罪啲更加大嘅節目嘉賓。但我真係見過佢㗎嘛。係嘛？哦，佢好睇。其實好多好多地方唱歌嗰時咧，都係話哇。都是你那種講法，是不是？又話係，就係啦，真係真係，係咪？係咪？另外一個更不要臉的，主要是我是覺得哈，既然被稱為亞洲第一杰克隽逸模仿秀的人，那你走出街上是不是經常會遇到一些麻煩？會。比如说，比如说而家化啲妝啊，咁樣去食嘢嗰時咧，人哋就會慢慢咁樣討論緊，係咪佢啫？喂。是不是是啊，我好憎呢啲，濕濕咁。如果是你怎麼辦？你一直接過嚟打招呼，我家姐已經做了，哎呀，志哥，我好揾你啦，係咁嘅。其實對待阮星航都一樣嘅，你唔好喺旁邊自尋尋咁，直接撲埋嚟攬，撲埋你，我唔得，咁唔得。只要你年紀咧係低過三十歲以下，單姐你係例外嘅，單姐。咁又唔得，我撲埋嚟打你啊！係，唔係我想問咧，你模仿呢個吉克進入咧，好唔好揾食啊？其實咧，我唱歌咧就係唱咗，今年係第十年。對我嚟講，其實除咗唱歌，我真係唔知道我可以做乜嘢。嗯，呢個就係我嘅。係追求音樂嘅。係，就係我嘅生活。哦，錢多錢少冇乜。你追求音樂，你唱自己啲歌咧，唱人啲歌做咩？咁依家係冇呢個條件啦。哦。所以咧，希望你通過呢個節目，會更加多嘅朋友識得我。其實你。哦，起碼紅三個 level 可能其實咧，我想講咧係好多時候你哋睇到嘅，其實係我。咁啊，等我考埋佢，你哋先平頭餅粥咯，好嘛？嚟咯，計時開始。新抱係邊個？似乎啱嘅。家公。公公。啱嘅。家嫂。嫂子，大嫂。家嫂。家嫂。呢個錯。家婆咧？婆婆，咩啊？婆婆，错嘅，婆婆，我唔知道你边种婆婆嘅喎。婆婆，我们普通话叫婆婆，就是老公的妈妈。哦，那就对了。嗯，拉叔，拉叔啊，钉咗啦，系唔使过啦。钉咗，答对三题。心抱同家嫂其实系同一人嚟，唔同，有一样又唔同。佢到底系边个叫吓？如果你作为奶奶叫翻咧，就叫家嫂。但係新抱嘅話咧，可以人哋講啊，呢個係單姐嘅新抱。嗯。但係你冇理由話呢個係單姐嘅家嫂就唔得。即係第二人稱同第三人稱嘅。係啦係啦，呢個絕對唔得嘅。頭先問佢咧就家婆，他說婆婆，婆婆我哋廣州人第一時間感覺就是媽媽的媽媽嘛。我們是普通話，就是老公的。老公的媽媽。老公的媽媽。其實你是理解了哪個意思的？老公的媽媽。哦，那就是對的。啊。真嘅。嚟大家分啦！我覺得佢咁聰明咧，佢今日贏緊嘅，所以咧俾咁多分都冇用嘅。撳低佢，就一千算啦。我咁咪太低。好啦，一口價點啊？千三啊！千三啊！好啦，俾千三啊！千三啊！好，多謝多謝，恭喜拿到千三，努力，謝謝。聽講韓老師又大老遠的來了，我就唔明白。點解佢聽又聽唔明？唔係佢雖然係好好學，同埋好心心不憤，上次輸咗，但係佢就算嚟多十次，佢都仲係輸。但是上一次他成績是第二名，他想拿第一。哦，那好了，好，看他有沒有進步啦。我們的韓老師，韓中。廣東嘅朋友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广东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，一边参观，一边和广东的朋友交流，学习广东话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了不起啊！好，浙江人，农民运动广杂所，枸杞，枸杞就是就职，就是。听不懂。
不透，升官一步步发财。毛泽东脸真风范，土皮急。今天来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，明天再有公益的节目，我要挑战自己，拿第一。为国老师唱歌你就没得顶了，嗯，但是来到这你还是一个初哥。初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初来报道，要好好学习的哥哥。小哥，哦 ，OK。嗯，好长，好长，好长。我们先来和学习一下，心态和好，来了不？哦，嗯，第一个爱母乸，母郎，母郎，母郎乸啊，丈母娘。系咪啊？哇！咁后底乸咧？后郎，后娘。哇！好厉害哦！不会吧？对啦。两仔爷咧？两仔爷。你下一个，下一个。靓仔的爹。错嘅。八爷公。八爷公。你个八爷公。别人孩子的爹。是不是？那真的是八爷公。什么叫别人孩子的爹？别人有八爷公呐，啊，公就是爹嘛。啊，没有啊，八爷公就是老头而已。哦，老头哦。对啊，公老公公，你过多几十年就是一个八爷公了。嗯，好。哎，那也勉强有进步，竟然识外母乸同后底乸。系咯。你怎么这个逻辑是怎么转过来的呢？系啊，系咩啫？外母啊。外母。母郎啊是岳母啊，啊岳母，外母嘛，啊，外人的岳母嘛，啊，哦，还一个，果然是唱的比说的还好听啊，来两位老师，上个次都已经去到千五分嘅啦，嗯，家阵时如果低过千五分嘅话，绝对就唔俾单谢面嘅啫，嗱你啊而家识做啦个人吓。挑通眼眉啦，系咯，丹姐點解咁巧咧？嗰期你又喺度，呢期佢又喺度，呢期佢又喺度，你又喺度，見到偶像喺度咧，佢就一定喺度啦。咪咯，有偶像嘅地方就有我噶啦，嗯，有我地方就有偶像。嗯，今日代得偶像多唔多啊？代咗好多都，日日有偶像啊，咁啊都係千五分啦嚇。恭喜，多謝。接着学习，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期节目都是明星脸？哦，对，还不，前面两个都对，接下来这位不知道是什么脸，听说是一位美女学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，美女学霸这个很厉害啊，哎，对，来有请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宋思文雅。西蒙啊，现在是暨大新闻系研究生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啊，我就随着爸妈从老家山东移居到咱们的南方来。这不仅仅让我感受到了气候上的变化、文化上的变化，同时语言上也让我感受到了全新的挑战。其实啊，我平常也喜欢学习和模仿各地方言，也很注意和广东的同学用粤语来交流。普通话胡说八道，粤语云拉雅碎，普通话七上八下，粤语省省漏。其实啊，粤语张开嘴就很简单。点解你的名咁怪嘅？叫宋思文啊？因为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够既斯文又文雅，所以取名。
叫宋思文啊。思文就自然就文雅噶啦。怕重名。系啊，你爸爸妈妈咁鬼啰嗦嘅。系咯。我即系怕重名，所以几四个字的。系咯。听讲咧，佢都有一个同学系明星嚟噶。嗯，康天佑。是我的班同學嚟㗎。你是康天庥同學？係係。康天庥咁細個嘅啫咩？等等先，爆下佢個料啊！聽講佢今晚應該唔喺度吧？嚇，成日唔理翻學㗎。哦。又係事嚟嘅。因為到黑拍戲嗰啲都係唔會翻學㗎啦，唔係佢人，我哋唔想知佢翻唔翻學呢啲係嘛？一睇佢就無心向學㗎啦。啊？即係佢個人咧，花唔花心啊？多唔多溝女啊？咁樣。唔使問啦，你都知。唔使問係冇定咩啊？你知噶啦，唔使我講。咁你同佢係同學關係？係係啊，呢個係嘅。咁你有冇少少會中意佢咧？點解唔中意佢咧？康天幾好嘅男仔啊，佢又靚仔，一時瘦噶。哦，佢大一啦。你不喜歡一下胖一下瘦的男生？他很厲害的，就是大一的時候非常瘦，大二就吹起來了，大三又瘦了，大四又吹起來。咁你有冇問佢其實係咪有病咧？佢啊，黐咗吧，都太多啦佢。我覺得佢完全係暗戀啊天庥。天庥咁留意啊？佢咪咯，有啲人係大一瘦，大二肥，大三瘦，大四肥。因為我同佢同班同學嚟。那你這次來同班同學你都唔會認得㗎。嚇！你這次嚟目的是什麼？嗯，係咪揾佢啊？唔係，做咩揾佢啫？學校佢嚟睇明星嚟噶，啊嚟看明星噶。唔係我見你資料度寫咧，你係呢個學生會藝術團嘅團長嚟嘅。係啊係啊，領導學生會藝術團做啲咩嘅咧？要我哋係聯繫了廣東各高校的藝術團。講廣州話唔該。廣東各大學院嘅藝術團啊，我哋一齊去各個地方啦慰問。演出係啦，我會慰問演出添啊，係啊係啊。咁康天庥肯唔肯慰問演出，但係唔收錢咁噶？要請佢先喎，同佢傾下先喎。哦，即係未試過係嘛？係啊係啊。只衰仔，等我翻嚟。好啦，咁快問快答咯，好冇？好。睇下啲廣州話詞彙，你識幾多個？好。準備出世。出生。啱嘅。家私。家具。啱嘅。口中。漱口的杯子。啱嘅，鸡毛手。鸡毛掸子。啱嘅，番碱。嗯，肥皂。哇塞。啱嘅，海报。海报啊？台布？不是这样讲，是桌子上铺的布。啱嘅。哇塞。最后呢个啱埋俾满分你，火牛系乜嘢？唔知喎，火牛啊，有啲難。呢個唔知情有可原，哇，好犀利喎！我想問問我哋嘅呢個參賽呢個靚女啊，好白，你知唔知咩叫捉蟲啊？捉蟲唔知啊。捉蟲？咪係啲捉到嗰啲蟲咯，係嘛？其實咧，即係你而家表現得咁淋漓盡致，就叫捉蟲啦。喺兩個評委面前，你扮到你掂曬，咁你點同我哋啲明星去 P 啊？唔係啦，我俾咁多分你做咩？怎麼跟我們的初哥初姐們 P？ 你哋兩個妒忌？我懷疑天庥偷嗰啲題目俾佢睇過。哦，應該係啊，冇理由知咁多嘅。係啊係啊，火牛係咩意思啊？補習一下。變壓器啦。變壓器。嗯。哦，火牛。其實呢，宋思文雅呢是很有才華的女孩子。得啦，減多百分添啦，咁就有才華啊嘛。啊？怎麼減分啊？那我還說不說你的 poly 啊？唔係，因為呢度喺呢個場咧，就係才華越高就分數越低。係咁㗎。同埋佢喺廣州成十年咁耐喎。咪。識咁多廣東人。再問多個問題你。天庥富為幾多啊？啊唔知喎，咁你知佢又曾經又吹漲，一陣又俾佢吹唔漲咁。點算啊？你嚟打分。好啦，天二。幫唔到你啦。好有才華即係話你。對。多謝曬，多謝曬。繼續努力啦啊！排位啦，謝謝，謝謝，謝謝。好啦，最後一個。呢個犀利啊！呢個即係是奇葩嚟嘅。係啊，呢個奇葩嚇，南文老狗做啲咁嘅嘢，你話就係有啲怪嘢嘅真係。有啲怪，有啲怪，唔敢盲目。教肚皮舞的，大家都想到什麼？都是一些美女老師，對不對？可他是一位美男子。哦。掌聲有請肚皮舞老師。哇！掌聲有請肚皮舞老師。
家好，我是孙振焕，我是一名黑龙江人，同时呢，我是一名头皮毛老师。其实呢，我来了广州呢，已经有很久的一段时间了。在最开始学广州话的时候呢，其实蛮要感谢我的小伙伴们的，因为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是知道我不会讲广州话的，所以说他就会教我们，比如说是雷吼啦，谁做饭没啊，每天都会教我一句的。我觉得呢，广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，在广州呢有着各行各业的人，每个人呢都很亲切。你是上海三个仔，你上海三个仔，三个仔，对啦，国仔啦。其实现在想想，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来到广东这边这么远，现在生活的倒是蛮习惯的，我蛮喜欢留在广州的生活。好皮帽啊，系啊，好皮咧，我呢个风格咧系 ATS American Tribal Style， 美国的风格，美国部落风。部落风格，好皮帽有咁多分类嘅咩？系啊，还有什么风格？时常经常睇嗰啲叫做咩？市场嘅系阿拉伯，可能是埃及，埃及，埃及嘅，埃及，包括土耳其。咁你有冇同啲肚皮舞嘅学生搞翻下师生恋啊？咁样啊？你估一下啦。我估计有啦。系咪有很多学生写情书给？舞恋都有一手啦。冇噶。在这个舞台上，其实我最希望看到一个人跳。我们的韩老师。韩老师，你这个有点，这个要求有点过分。真的哈、哦。韩老师，如果他敢不敢挑战韩老师？如果你敢，你看到没有？有请韩老师。不少。走，呼，呼，呼。早也还顶住了，谢谢你，韩老师。感觉怎样，韩老师？没有衣服，有衣服就好了。对，都比我的衣服。没有，你把红色衣服一脱，肚皮就出来了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那么我哋阿甄焕系嘛？焕系。来了，考试开始了。好的。锅盖。锅盖。啱嘅。竹席。竹凉席。啱嘅。衣车。唔知。地毡。夹万唔知，哇！你咁鬼高开低走，花樽、花瓶，啱嘅，缩骨遮伞，啊，那种折叠伞，啱嘅，哇，相当不错。没啦，冇啦，问晒啦。啊哦，四道题目，回答正确。吓，好犀利啊！我淨係睇佢好似揈嗰條腰都揈到我眼都花埋啊！即本來咧，一般嚟講，我呢個位咧睇唔到呢個選手出場嘅，因為有部機喺度。但係你啱啱喺部機度呢度揈下出嚟，嗰邊又揈下出嚟，啱啱就睇曬兩邊，所以咧我睇到個全相啦，所以我俾高分嘅。幾多分啊？千冇啦。萬三。萬三。係冇可能嘅，千三。佢俾得千三你就話好高啊！丹姐同意嗎？咁我都要尊重呢評委嘅，你尊重啲有肚皮嘅，係啦，佢肚又大過你，個等又大過你，咁我唯有尊重佢俾千三分你啦，唔緊要噶，我見你廣東話講得咁好，一陣你一定追到嘅。好，1300分，緩緩請就坐。